我靠，声音这么大、喔！开启，按错。啊？真的好困哦。观台下午观台后弄一弄，也快六点了。然后附近一个邻居的小孩，不知道为什么从头到尾是鬼叫鬼叫鬼叫，然后叫到我爸生气去骂人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好像已经6:20吧，所以我剩下30分钟可以小小休息一下。啊、哦，超困哎、欸！等一下哦 ，BNGYUANNN 林志龙安安，张少昌安安，萧远安安，吴萱萱安安，李真安安，不是李真啊，真喜安安，太比巴，开心啊！空余安安。贝蒂安安，静安安，温柔安安，张丽玲安安，就很吵啊！喵喵，然后一直吵吵吵吵吵吵，吵到我爸整个火大。哎呦！嗯，啊，插火把好了，没事做，插火把。我插一插遇到突袭。应该会叫出来。哦，我来挂台的，醒了一天，想回去睡觉，晚上还要打夜，加油！一二三四五六。1 2 3 1 1 2 4 5 6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这样好像更好哦！来来来，这边1 2 3 4 5 6，默默安安哦，要想一下名字，不好意思啊，脑回路不好了。2 3 4 5 6
查错了，查错了。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他说：“繁星在挖沙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缺玻璃啊，对啊，好缺哦。”简嘉诚安安，小满王英安安。没？啊！喵喵喵喵喵！真的是很困哎，哈欠打不完啊！没有睡饱。看八点前可以整到怎样？因为要整快一点，这样遇到突袭也比较好，那个比较好清光，不然突袭卡在山上还是哪里下不来，不是也不好搞吗？我是想把突袭的陷阱坐在那个哨戒塔旁边，或是哨戒塔正下方这样子，遇到突袭就可以马上打了。可是你说我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就是讲话挖沙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嘴巴是微开着在挖沙，我很老的狮子，嘴巴微微开着。
JRLING 安安。晚上好，现在是想说趁8点前能做点什么清醒一点，就开个麦快打发时间。你这样打哈欠，就好没礼貌。可是没办法，我要把哈欠传染给你们，让你们知道我有多累。哈哈哈。需要换成沙子哎，我现在在荧幕前面打哈欠正常吗？拜托，我也在荧幕前面打哈欠，你觉得正常吗？正常啊，我都打哈欠了，你当然要打哈欠呢、啊。跟你讲，正常人现在就是要打哈欠，好吗？那些不打哈欠的都是不正常的人。我怕我转子搞突然爆掉、哦。喵喵喵喵喵喵！满了满了，身上满了，身上满了，呜呼！烧点沙子。沙眼。哇哦！叶安安，对啊，你好久没来了哦，都来帮我挂台。我这样看过去有点爽欸，虽然每次开台都说要整地，可是整到后面就是真的是懒，懒癌发作。
完了，这个要爆了。可是商人又不回收砂岩，哎。最近玩新大陆也是啊，就是很多建材啊，比如说我那个鱼骨的那个嘛，箱子里面不是一大堆建材嘛，就是挖剩的鹅卵石啊、散仓岩那些啊，那些狼儿做法都是全部扔到地上，让它消失或扔到岩浆。我说不要，我说干嘛？那些是没有用的东西，我说就不要扔嘛，然后才会在那个就都我都会留下来，因为谁知道后面要。会不会用到？然后就会留下来，就每个鱼骨的通道都放个箱子，把东西都留起来。因为沈长岩不是再生资源啊，以当时是不是再生资源？现在我不知道啊。现在好像可以变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可以沈长岩、安长岩互相换。还是我记错了。不然就是这样子。沙眼。Rap。全都改砂岩，算了，算了算了。还有谁？好，没人留言了。应该换位置了，我看一下哦。砂岩进去，然后沙子上去，再来先找到那边。泥土，散长岩是哪来散长岩？它看起来就很像 Oreo 夹心中间的那个啊，不是夹心，就是很像是那个冰旋风，然后 Oreo 的。我感觉是那样子啊。
我的天哪、啊！那沙岩呢？沙岩爆炸了！哎咻！沙岩，沙子，哪个比较多？沙岩。这样，我先这样子碰里面，沙子又快满了。整地，对啊，在整地。啊、哦，他的新名字蓝呢、啊？蓝呢、啊？现在还需要整一片呢，这样火把才比较好擦啊。再整完这个，就先休息一下，吃饭。OK。
感觉就好像要洪水要来的感觉，这个通道。可来，这里。六。